Bari, and for the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affected, there will be a ban on people moving in and out of these territories. And also moving around within them. Di noi sì, siamo sempre siciliani, quindi ci vogliamo bene, abbiamo bisogno del contatto fisico. Fino a quando resistiamo? Ma io continuo, non mi avrà questo coronavirus. Io continuerò a baciare e ad abbracciare. Anche, non c'è problema, tanto se mi prende un'influenza, no? 意大利的疫情急速升温，目前至少经济损失就超过了74亿，感染的人数超过了7000例，死亡目前是已经飙升到366个人了。好，意大利现在宣布要紧急来封城，封城的范围还不小，据说啊是几乎是来到了1/4的人口。那么您可以看到呢，包括了知名的大城米兰啦，还有威尼斯啦，好是全部都在这个封城的范围之内。 封城反而会造成病毒的全球大扩散吗？因为虽然说要封城，可是啊，你要封总是要有一段时间嘛。因此呢，在这段短短时间出现了大量的逃亡潮。米兰的火车站呢、啊，都是要搭车离开的人，然后呢，据说连外公路塞满了出城的车潮了，所以会不会反而病毒随着逃亡的人潮散播到全球各地，变成防疫的漏洞呢？世成哥，请问一下，中国大陆的武汉那时候封城有全封了吗？ 还是有一些人出来，那中国大陆封城算是最严格的。请问一下，意大利米兰他们这么一个热情的一个国家，封城会封得死死，让你都出不来吗？显然是不太可能发生。为了封城还先开 party 是不是？意大利是一个热情的国家，他遇到这种事情也是用热情来对待，所以会这么严重。而且，等一下开玩笑说，全世界为什么现在这个目前感觉上中华民国我们的防疫做得最好，而从头到尾不相信呢 WHO 那个秘书长的话。 所以现在感觉那个这个疫情还控制住。意大利呢，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意大利呢有两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在那边当地做生意的，然后一直发烧，他们要想上飞机嘛，不得已吃退烧药，吃退烧药回到大陆去，一查确诊，两个都得。所以你看，他们两个就是中国大陆人士都得了这样的冠状病毒。意大利到底有多少的未知数，你现在很难讲。意大利现在。 我到现在才知道，意大利上厕所不太洗手的，只有57%会洗手。我的天哪！包括那个，其实那个是好习惯的。如果看到在意大利看到美女，谢谢啊，看到美女这样，这是好习惯啊。现在也不行了。然后他们时装秀前一阵子那个什么阿玛尼也现场空无一人，我觉得这是对。而且人家说意大利啊，这个国家就像一只脚伸进地中海，它是一个足球王国，现在。 踢足球也没办法踢了，就是现场没有人。所以意大利现在整个的防疫工作，我不晓得是他们的防疫工作真的做到确实吗？因为他们已经是，已经算是晚的了。所以你看，世界三大现在最严重的国家，第一个当然中国大陆，第二个南韩，第三个就是意大利。而且意大利病情发展之快，每天都是100多个这样死亡。 我不晓得意大利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防疫工作到底做得如何？但是我要讲那个原因，意大利这样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大家不要看，好像意大利，美国也曾经讲过，疫情有可能在30天后大爆发，所以我们要小心，意大利的情况会不会到其他国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们绝对要料敌从宽，这种情况在意大利会发生，在别的国家发生，在邻近国家或邻近国家会不会发生？真的要小心。 不要觉得说意大利离我们很遥远哦，因为其实欧洲整个扩散开来，也就是陈时中部长提醒，我们可能接下来要防范第二波疫症。对，是让令人看得很担忧啦。你看，昨天一个晚上就多了133个确诊这个病例啊，人数这样暴增，而且我想意大利人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热情是杀不死病毒的哈，这个。 死亡率，他们的死亡率、确诊的死亡率接近是5%嘛，这样是非常高的。然后他这样封城，不知道他的整个封城的措施跟人和人之间的限制这个距离，不知道有没有一定的这个规范。那刚刚我们看了很多意大利的人接受访问，他们觉得说，即便是有这个肺炎，他们也会为了要维持他们的热情，还是不会。 改变他们这种接吻啊，这个拥抱的这个习惯，那这个对于这个疫情的传播来讲，是一个很不利的行，很不好的行为，就是说很容易这样大肆的这个扩散，甚至他们发烧可能都还觉得这个是为人热情哈。那这个。
你看，我们看1600万人，相当是几乎超过三分之二这个台湾人口这种封闭。那这个封闭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呢，还是只说把这个城封起来？因为我们不了解实际的情形。那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在封城之间，很多人就跑出去就到可能到世界各国去，不只是其他城市，可能到世界各国去。那现在因为他们欧盟国家之间事实上彼此的这个往来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彼此国家间往来也没有留下什么样的注记，所以会让人家担心的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只有对意大利做这个三级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不能过来，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些跑出去人经过别的国家哦转到第三，因为你也不会发现嘛，他可能从米兰啊，可能到比如说到法国去。到哪里去？到奥地利去，然后从奥地利再辗转再飞来台湾呢、啊？这个也不可能呐、啊。所以这种他们的国家，我想这个大概是这种大概一些观念还做得还不够，没有教育人民有这样的观念说，说如果这个疫情严重的话，会到什么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是让人家担心的。所以，这个有可能造成一个全球的破口。就是说，对台湾来讲，如果像欧洲、亚洲以外，像欧洲也开始意大利沦陷的这么厉害，那欧洲看起来也不可避免。然后美国也开始了嘛，所以如果全球都开始一直这样有这样不停的有这样的疫情的这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有点没有办法置身于世外了。台湾现在对啊，而且对不起啊，我插一下话，意大利前三天就是立信新法，禁止民众接吻。握手拥抱，我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真的立法之后，大家就会停止这些东西吗？据说一对情侣，有人真的得了新冠，然后大家觉得说这跟流感一样嘛，就不在乎。我觉得民族性啊，不是立法可以改变的。我觉得这个，我认为意大利的情况，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看着。我觉得他们一个国会议员戴着口罩进国会，被其他同事嘲笑，对国会议员抓狂，直接站在台上说：“我去过三个疫区，你们还笑得出来吗？”真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球各地啊，这个疫情都相当的严重啊。那么除了大家生命安全受到影响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也是一样啦，很多人开始说接下来是不是要无薪假放到底了。好，劳动部现在告诉你哦，不可以再讲无薪假了，因为我们要证明。现在劳动部呢已经改称叫做减班休息了，希望大家再也不要用无薪假这个名词了。好，所以呢，这个减班休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来看到，根据劳动部的规划，如果你是减班休息的劳工的话呢，你可以参加充电再出发计划，也就是说，你趁着这个时候去参加职训的话，可以领到18960块钱最多。那么中期的话，你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安心就业计划，也就是如果说呢，你的老板呢希望你减班的话呢，他最少要给你基本工资23800块。而如果呢你是投保薪资最高级距的45800块钱的话，那你不是少领了很多钱吗？所以就政府可以补贴啊，这个叫做投保薪资和基本工资差额的一半。以这个 case 来说，差了22000，对不对？所以政府就补贴你11000块，你还是可以领到34800块钱啦。好，所以还是有钱领啦，是不是一个德政呢？所以再也不要讲叫做无薪假了，应该要改成叫做减班休息哦。为什么这么害怕无薪假这三个字啊？大家还记得吗？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啊，吴敦义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暴，因此呢，就有一些企业呢，就用放无薪假的方式，希望不要让劳工失业。所以吴敦义就说了啊，有一个创新理念叫做无薪假，其实应该要得诺贝尔奖。哇，当时啊，绿营铺天盖地啊，骂到翻过去了，说谁愿意有工作不做去放无薪假？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情况，大家也得要减班休息了，所以。吴拉斯就说了，不可以再用无薪假了，请大家使用减班休息这个正确的名词。难道是因为害怕想起往事吗？我们看到 PTT 网友们的回应啊，哎呀，有台湾价值就是减班休息啦，就跟走私变成超买一样啦，心里最软的那一块，你无薪我 OK 啊，这是超越诺贝尔奖的存在呢，静平。网友真的说得很有梗齁，因为这个多了一个字，难道就会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 Glass 这个尤大凯要不要把它说清楚？我相信说不清楚，因为他们只是想要把过去污名化，齁，把这个吴敦义过去在行政院长任内讲出来这个无薪假，然后后来变成这个民进党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主轴，把它改成他们另外一个方式。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齁，
不管刚刚讲的这个减班休息这四个字，你近期、中期还是长期，近、中、远这长期，刚刚远瀛你跟大家介绍得很清楚了。那其中我注意到中期也好，或者 有一些补助计划，你跟韩国瑜当时在选总统所提出了用这个保险支付这个劳工六成的这个薪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补贴机制，那以免讲减这个减缓无薪假的这个冲击，你这有什么两样呢？你是不是偷偷照抄人家的政见啊？你如果照抄人家，或是参考人家韩国瑜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提出来说照顾劳工的这个安心方案，那时候我记得劳动部跟行政部门还不是狂批吗？哎，怎么可以用这个劳保用保险去支付这个对全体被保险的不公平？怎样怎样？那你现在人家问你近期、中期、长期这所谓的减班休息计划，你现在的经费哪里来？就业安定基金吗？还是我们就业保险基金？那不是同样的概念吗？你还不是用公家的公款，这个把当初你骂韩国瑜的所提出的全体被保险人的权益，你还不是现在就拿来一样？那你告诉我，政府预算不要补贴，不要碰，不管是就业安定还是就业保险，这些基金委员他们都不要碰哦。你们可以在立法院监督，看着他用哪个钱，你有种就甚至你动用第二预备金啊，你甚至用你政府还有什么小金库，你想办法，你就不要动到劳工的钱，因为你已经讲出去了，不可能去用这样的方式啊。那你现在讲减班休息，我只告诉大家啦，大家不在乎你是减班休息还是加班休息，还是减多少班，还是无班休息哦，我不管是什么班休息啦，劳工只在乎有没有钱，有没有收入。今天为什么讲无薪假？无薪假后来被这个企业、被产业把它利用成啊，已经污名化了，然后把它弄成说变相钻漏洞啊，我就让你放假好了，你就这段时间放假没有薪水。同样的，你这减班休息，我讲近期的，他说这个可以比照职训的时候一个月领16000，现在职训本来就在做啊，顶多领半年而已，你不要骗人家啦。你能领多久啊？这个也是半年啊，对啊，这个补助也是半年、啊，那这个补助也是半年，那你还不是一样跟现在有什么两样？那你中期说什么投保薪资多少多少，然后政府补贴多少，基本工资多少，每人每月最多给你，那个是最多可你，这个好像在打广告一样。哎，我们最低多少起哦，然后最多怎样怎样，你这不是用广告术语这个话术去骗老百姓，去骗劳工嘛？你就告诉我中期的安心就业计划，我现在如果企业要支钱我，或者是企业没办法支钱我，要大家准备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跟政府的这个报告和计划的话，那你准备多少钱？如果你要让我这段时间放假又接不到订单的话，我放这两个月，我还想工作，哎，我还想是工作。你这个安心就业计划是不是打算说让我这批人能够变成被企业另外变相支钱的一种方式呢？这很可能又变成另外一种走后门哦，更不要说什么长期雇用的这个安定措施，它的这个差额怎么样，领薪资的七成。我跟你讲啦，政府不要再喊口号了，讲这些减班休息，说以后不要再用劳薪假，这个无薪假。我告诉大家，企业才不甩你政府嘞，发言人，你有本事就命令所有的这些这个中小大型企业的董事会，以后你们这个要改变你的这个方式，你看人家企业会买单。好，无薪假改成了减班休息，可是劳动部好像并没有说规定雇主不能够让减班休息不能够变成变相减薪或者是长期休假，对不对？这个要怎么办啊？这个政府哈，我觉得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在创造一言堂，真的是一言堂哦，不能有第二个名词。不管从减班休息到无薪假，不管从走私变成超买。好，不管从什么，都是全部都要按照民进党的说法走。对，嘉庆是不是应该要规范一下？就是说，你既然是减班休息的话，那不能够无止境的变成变相减薪啊！从此以后都拿这个薪水，会不会啊？如果通货紧缩是一个全球大趋势，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国家怎么因应？你以后劳工怎么办？现在所有老板都说：“哎呦，他闭着嘴巴不告诉你啊。”这个有人在这边生病，我就不能开业，工厂就不能开，那我全部要改自动化。所有老板，全世界老板都在想这个事情啊，政府没有告诉你啊。那 PTT 这些我不管是有正义之士或是有酸民好了，说对啊，你无心我 OK 嘛哈，那对啊，当初口罩这个在提你先领他 OK 的这些立法委员，民进党的这些护随的哈，我都不晓得，那你们现在出来讲嘛，好不好？老百姓没有薪水啦，你们没有让国家把大家保护好啊！民进党这些立委是不是全部先减薪，或是全部先领零块钱，象征一下的薪水，把你的薪水先捐出来给劳退基金、劳保基金，好不好？你自己去捐嘛，反正你们是立委，随时可以干这个事嘛！啊，不要天天在那边扛他人之铠，替资方做解套哎！哦，我看 PTT 上面，我看的我觉得最有道理的一句话，他说。
这个现在不能叫无薪假，要叫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好长啊，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诺贝尔奖了，不是诺贝尔经济奖了。好，吴敦义当初讲的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奖，但是这个照这个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的这个定义来讲，是预约诺贝尔文学奖。好，你在这边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我都搞不懂现在的政府到底是在想什么。老百姓就是要给你糊弄，老百姓就是要给你管。任何人脑袋里就是制服给我穿好，每天做的端端正正的。毛嘉庆跟郑思成天天互相 body check 思想检查哦，大家乖乖的，不要闹哦，要不然就会出包。谁出包？政府出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